亲爱的侨胞们、朋友们，日子过得真快，二零一八年农历春节就要到了。对于中华民族来讲，春节可是一年中最大的事儿。在这吉祥喜庆的美好时刻，我代表大家的娘家人，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，向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朋友们拜个早年。 祝大家戊戌年身体健康、阖家幸福、吉祥如意。刚刚过去的二零一七年，我和大家一起见证了新时代的到来，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祖国富强带来的温暖和荣光。这一年，十九大胜利召开，习近平主席展开建设世界强国的宏伟画卷。 引领中国走进新时代。他寄予全体华夏儿女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，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，团结奋斗，走向民族复兴的美好明天。这一年，中国人民创造了新的发展历史，经济总量超过十三万亿美元。 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一千多万人摆脱了贫困。慧眼卫星遨游太空，量子计算机闪亮登场，C 九幺九大飞机试飞成功，国产航空母舰入海，中国创造大放异彩。这一年，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。 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厦门会晤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共识扩大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发出，中国方案、中国贡献举世关注。继往开来的二零一八年，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。回望这四十年的风雨历程，在民族追梦的道路上。 你们一直与祖国同频共振，全情付出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，海外侨胞和归桥侨侨眷功不可没。你们既成就了更好的自己，也参与开创了这个精彩的芳华时代。我们向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侨胞朋友们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。 侨胞们、朋友们，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无论侨胞们走了多久，走得多远，哪怕是天涯海角，永远都是祖国母亲牵挂的孩子。你们的幸福安康，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不变初心；你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我们接续奋斗的努力方向。 在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征程上，我们将坚持为侨服务的宗旨，当好海外侨胞和归桥侨侨眷的贴心人，努力把大家的所思所想、所需所盼放在心上，大力实施各项惠侨计划，努力打造为侨服务平台，支持华文教育创新发展。 开展更多文化为侨活动，倡导团结互助、服务奉献精神，携手建设华住中心，帮扶救助困难侨胞，推动全面建设和谐侨社，不断完善惠侨立侨政策，实现困难归侨侨眷基本脱贫，建设好各地的侨梦院，助力侨胞。 实现创业梦想，发挥华商组织协作网的作用，扩大跨境电商合作联盟，为侨胞朋友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分享中国发展机遇铺路搭桥，让大家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更加充实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续。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。 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，离实现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如此之近。让我们汇聚起自强不息的力量，为实现侨胞梦、民族梦、世界梦共同奋斗。再次向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朋友们道一声，新春快乐！